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明知道他是在利用我，可是我却对他无计可施。父亲为奸人傅荣才所害，我答应了母亲，要把他找出来。秦桑他根本就不爱你，只是在利用你。我们本就是一家人，谈不上什么利用不利用。那我算什么？如果你对二嫂还有情的话，我愿意成全你们。你的心机这么重，你根本就不配和三弟在一起。我是不配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不是我先选择兰坡的，是他先选择我的。本以为他会慢慢爱上我，可是我想错了，他心里还住着另一个人。若是当年的那片花田还在，你还愿意等吗？我会等，直到你来。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机会，你敢不敢跟我走？他伤害了你，可你却爱着他，你心里想着别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利用你，你也利用我，这才是我们最好的相处方式。原来在你心里一直都是在利用我。你告诉我实话，你有没有爱过我一秒钟？大家都明白的事，何必要再说一遍呢？我该如何戒掉对他的爱？这难道是我的宿命？